勒脚啊。嗯，看个口罩，荧光的吗？灯，哎呀妈呀！然后灯关了，看我。你那绿眼皮呀、啊！你把灯关了，让我照一下我口罩。灯关了，有亮吗？有。亮吗？特别亮吗？不，就是白色。今天去哪里？今天去的地方是一个荒废的住户人家，是一户人家。你就看这地方啊，老铁们。你就看这地方，全是大道，全是大土道，可老长可老长的了。那个女的眼睛好可怕，你不怕三姐搂你？有点冷的。嗯嗯。我操，还是鸡巴拔脚啊！脚趾头，嗯，脚趾尖儿拔凉、嗯。你身上冷不？冷啊！我身上也冷，你他妈的保暖的不行啊！钱也没好货、啊。白鸡巴扯呀！哒哒哒哒，你应该把车再往里开，大哥，这道啊，我怕他妈的出不来呀。主要是这道我看不清。坑坑洼洼，哎呦我操！我操！我看着那房子，是这房子不？不知道啊。我看着个房子，带烟囱。是这个吗？嗯？这哪呀？是这个吧？这不对呀，这他妈的空倒的。天上的月亮真圆呐！哼，进去看看去吧。是这儿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走走呗。走走。对吧？走。真太阳，不能有人吗？这他妈的连窗都没有，哪来的人？搁这家跳去吧，又吵，绊脚。就这照吧，这他妈进去也没啥意思，啥鸡巴没有。太远了，你车往前开点多好。不，这家道老不好走了，我车底盘低。哎呦我操，这啥地方啊？哼，这他妈这门窗户啥全没了呀、啊？你瞅那个棚梁。哎呦我操啊！这地方也不行啊，应该不是这家吧？啊？这他妈挺老长一大长房子，这是干啥的？大炕。我操！这屋我怕塌了。好像真有点太低了。这他妈没法整啊！我操！我操！吓我一跳！哎呀！这都一趟房，大空房，这应该不是。这就一个大空地呀，那嘎还有一套房子，这啥呀？
塑料袋，吓死！跟你们一起探险，你们胆儿大呀、哎！这啥？这扔的是啥呀？我操！我一瞅，还以为是个人呢。啊，黄棉袄，不是衣服。唉，太鸡巴冷了。今晚又去昨天的地方啊，当然不是了，当然不是昨天的地方。咋他妈还有狗叫呢？嗯，这他妈空成这逼啥样了？哎呀，哎我操你妈，这脚崴的。这太鸡巴空。这又一个大空地，你照啥呢？这太空了，往下上上，看看里边是啥。哎呦我操！太破了，这他妈露天儿的棚都没了，塌了，不是这儿啊，这也没有道了。哎哎哎，那嘎是房子吧？啊，是房子，这边是房子吧？我操，挺大呀、嗯、这他妈咋过去啊？这中间是坑啊，这是 这咋过呀？那边能绕过去吗？啊，那边有道吗？往前走走看看，看有没有道啊，这边能过不？操啊！这房子挺瘆的。啊？啊？就他妈这一户人家啊！我操，道搁哪呢？这边走。哎，我操，这草上面都结冰了。嗯。不灵不灵。嗯。大草喝有点太高了。我有点不知道往哪走了。前面有红灯。啊？看着没？那是咋的？不知道啊。你手电筒哪走？我操，像着火了似的呢。你瞅着。你家鬼火这么大呀？吓死你！走啊！往哪走啊？我操！没有道啊，大姐，搁这嘎走。哎呀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吓我一跳！我操！那他妈，鸟他妈不应该搁树上待着吗？我操他妈老大了那大鸟，我不知道是啥鸟。我这鸡巴这么大！哎呦我操了！这地方太吓人了，走吧，拿走，搁这边走。慢点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操，太鸡巴高了这草。
这边有个小道，搁俩走。操，我这他妈咋过去啊？哎，操，这嘎过不去，还得往那走。哎，这嘎，往这上走点。我操，这房子太高了！哎呦我操了，这房子太高了！地主，感觉他妈应该是鸡巴条件不错呀。我操！嗯，这边啥？啥？那是树还是坟呢？不知道。还没清楚。我操！啊，这是树，吓死我了！我他妈寻坟呢，走。我操，还有纱窗呢啊！这是窗户还是玻璃？我操，这窗子感觉他妈掀的吧？不是，冻的，冻的上霜了。应该是这家吧。这啥呢？上里头看看，他这不三趟的吗？咋的了？慢点，快乖了啊！哎我操！哎我操！这应该是，这他妈是养啥了？我操！鸟吧，鸟，我吓死我了！他妈到处都有鸟啊！我要上个厕所。上吧。我拿下手电，往那边走。别走太远啊！我就搁这嘎、个。啊？等你。他在这儿呢。注意安全，好的，放心。你今天咱俩别鸡巴分开啊！别分开，这他妈太大了，我操！这他妈这家里他妈条件不错，这么大个大屋。嗯，小弟，你们身上带符了吗？带护身符了。谢谢冰玄送的怦然心动。他妈是树。
啊？这是真树啊。嗯。哼，你真的，你是一点儿不薅东西都难受啊！我操，他这草都长屋里来了。啊、我说这草啊，都搁屋里头都快长上了。嗯、这有个门。哎，这梁上咋全是红色的呢？那是啥呀？啊？怎么上那他都来泡尿上哪呢？尿尿声有点大。你整啥呢？我想捡一个厕所一点儿的棍子。找找看看。我这个小甩棍还没到呢，还没到，没给我发货呢。哎，这是啥？看看。啥呢？这他妈是小树枝儿啊！这也不行啊。这太细了，打谁呀？抽啊！你拿一块砖吧，先。砖不行，砖太沉了，容易给人砸死。那咋整啊？算了，等我这小水棍到了。走吧。我想买一个粉色的小水棍。粉色的小水棍。水粉色的小水棍。我操，这是他妈厚的！哎呀，你别鸡巴瞎提，这老鸡巴瞎提。我操，镶上的。应该是冻上了。啊？冻上了或者锈上了，起来。啊、我怕踹塌了。你别踹了。那别踹，咱走吧。踹塌干啥呀？这咋出去啊？这边不有个小房子？嗯。这边有门没有？小房有门没有？这边是后屋。我操，咱咋出去啊？搁这过？那边好像过不去了。啊、那边过不去了。搁这边过。我手机呢？啊？我手机呢？手机没拿呀？不能吧？啊，在我兜里。你神逼叨叨。你别鸡巴把手机整丢了。不能。哎呀哎呀！我操我操我操！哎呀！有人啊？有住户哪儿的？啊？里边是不是有住户啊？不知道啊。人没？上前面送。操，这咋过去啊？哎呦我操！哎哎，这嘎能过来？哎我操！慢点，别扎了脸啊！那里边有人住啊？这他妈破地啊！慢点啊！嗯。哎我操！哎我操！踩石头才下去。下来呢？我操啊！这他妈草啊，扎嘴都。扎嘴就对了。我说的是扎嘴。你没戴口罩啊？靠！有没有人？还有人住呢？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干啥呀？操啊，这他妈傻逼呀、啊！这是啊，这他妈心给你吓的、嗯，谁他妈把他妈大粉衣服挂那嘎了？里边是不是有人啊？感觉像他妈闷的呼敲啥玩意儿的。你干啥呢？朝人
不能有那啥，不能有虫子啥的，你别晃我晒。哎，那那边是感觉叮当的呢。有洞吗？怎么我这手电筒啥鸡巴也看不见？什么好的衣服就扔这儿了，真败家。四月败家，听着没？那上面啥？啊？啥石头啊？哦，我靠，吓我一跳。瓦。慢点走啊！我操，这全是碎玻璃瓶子。靠，啥动静？我操！前面还有一个房。我操！啊？这上面都结霜了呀，白不呲咧的，我才看到，这是棉花呀，这不是霜啊，结这是啥树啊？不知道。这上面全是像棉花似的。后面也有瓦。这儿。啊，你瞅瞅这玩意儿，不是，这上面有那个像白绒似的，怎么瞅瞅？这是啥树啊？有人住呗。应该是没人住了，这地方没有人回答。门都连鸡巴窗户都没了，谁鸡巴搁家住啊？冻死他呀，冬天。你看这窗户都这样了，不可能。你搁这家站着，我过去看看去。你搁这家站着。真的，哎呀！万一他妈真有人给人家住了，去啊，去看看去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你看看像有人的地样吗？你衣服这不吓我一跳，我衣服你就哗啦哗啦的声吗？脖子没动啊，哗啦啥了？不知道，这那个这这边是有什么动啥的，那脖子都能吓死。哦，我就害怕有蛇。哎呦我操，三姐，你看那个，不对，这边有动静，这草棵里头是不是有东西啊？你往前走点行不？你给我鸡巴卡他妈草棵这嘎了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我这啥呀？你整起来看看。啥呀？这是动物吗？不知道。啥呀？好像是狐狸。啊？好像是狐狸。这啥呀？这是围脖呀。啊？你别把大后背给我行不？这是围脖呀。你让我看看这啥玩意儿呢？转过来。我操！它这毛。这好像是真的呀，啊，好像是真毛呢，瞅着，这毛。你离得太近了，我啥也看不着了。瞅着毛，没有脸儿啊。啊？啥动静？有人吗？哪边的？这鸡巴往薅去，薅去，薅去，薅去。薅呀！这啥呀？我他妈薅不下去，给整起。啥鸡巴逼玩意儿呢？谁？这他妈是不是有鸡巴流浪汉子？不是，我听着像鸡巴咳嗽声。锁上了。离远点，离远点。能整开吗？我操！我操，这都、啊、这都鸡巴怼开了！这边他妈挂了啥上了？啥呀？衣服！你这不一惊一乍的？
这啥破玩意儿啊？啥你都几个整？这满地红线呢？不知道。有没有人？这他妈还有牙刷呢！哎，这还有个口罩啊！同款呢？同款的机位，你看我这口罩多炫！操！炫不炫？炫了，炫了，太厉害了！像有人住。但我感觉够呛吧，这屋都烂成这样了。有没有人？这都烂成这样了。这啥呀？都烂成啥样了？为啥这么多红线呢？不知道啊。哎。俩牙刷。我操，这有照片。啊。这是男的女的呀？啊，这是男的女的呀？男的吧。这是男小男孩吗？看不懂。这好像是个小女孩吧？外边老这边有动静呢。操，这门上怎么还拴根红线呢？这咋的呢？操啊！我操！我操！哎哎哎！看那啥？啥呀？老这边有狗叫呢，啥呀？看不见。看着没？没看着。没看啥呀？看这是啥？这是啥呀？咋挂条绳子呢？嗯？别鸡巴碰啊！这是啥呀？不是说这个老太太他妈上吊了吗？搁那玩意儿不知道。这也太高了。老太太能够着吗？上吊不都是彩蛋吗？能够着，够着我得掏一个。为啥他妈给这丫头吊个绳子，他妈就够了呢？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那个事儿。这家屋子哪？不少钱。门上拴了个白布条子。啊？哪呢？这边，这边拴了个白布条子。哪呢？我操！那嘎啥呀？那嘎地上啊？哪呀？那嘎那是啥红布啊？我操！这鸡巴赶他妈破烂市场了！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这还有个大棉被，这全子全塑料袋呀！那还有个大球子，这哪个球子？那是哎那啥？那是啥呀？是球子吧？二的鸡巴重要值。我也是。那嘎是啥呀？这是啥？啥呀？那个我光点照的。红的。啊。好像是塑料袋。不是，红下面那个。吹板子。这好像是个养猪的屋吧？啊？这应该是，不是吧？养猪圈啊！我操！走吧，走，全鸡巴破烂儿。像极了猪圈。啊！我操！啥鸡巴动静啊？
有人咋的？我操，这边有个衣服。啥衣服？这好个破柜。这里边放啥呀？啊？这里边啥？挂的，挂件儿。这咋还有？这是谁呀？Beyond 啊？这是谁 ？Beyond。不知道啊。哎呀妈，这得多老的照片了。你瞅那个，那更老。操！咋的呀？到底鸡巴啥鸡巴玩意儿啊？操他妈有洞咋的呢？是不是有有的给猫咋的？哎呦我操，这油够！这油都鸡巴结冰了。有人做过法，拿棍子防身。哎呦！我操！谁？出来！操我那个妈的！我操！咋的了？草窠里边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感觉只老鸡巴草窠里边嗖嗖窜呢。注意窗外，窗外咋的了？哎呀，慢点！黄大仙、耗子、高能都在镜子屋。薅他，你不吓我一跳吗？哎我操！哎，看我看着啥了？啊、看我看着啥了？啥这是啥呀？小孩那个绑的那个袋儿。操我！真他妈埋汰！我都想知道他的窗户是咋卸下的。哎呦我操，这里也有哎。啥？柜里。谁？咋地呀？我操你个妈！你拿点啥呀？你挂的啊？光鸡巴出来，我跟你后边出来的。哎，眼花了吗？你那功夫敲门的时候，不是把那个玩意儿整掉了吗？啊。这玩意儿是不是记错了？它掉了吗？掉了。整呀，整！挂这鸡巴玩意儿，吓你妈的！你这棍子别离手了。老就瞅着这棍子。哎我操，这个铁的。铁的，这趁手啊。行。拿。你别说话。啊？你别说话。
有没有盐？哪屋的跪的动静啊？啥？你说啥动静？没听着。我他妈听着跪吱嘎吱嘎动静。我没听着。是这屋啊？这屋刚才一直没过来。他这门上啥呀？啊？门上啥呀？是漆吗？不知道啊。别鸡巴整，别鸡巴整，别鸡巴整。这个是吗？是这屋。还是关着的。这个玩意儿太鸡巴嗨事了。这是啥呀？毛线。毛线。拿走。啊，他干鸡巴呀！我操！是不是这东西？你慢点开。哎我操！就这。那啥呀，红的。袋儿。我操。嗯。这怎么还有发现呢？这啥呀？镜子太埋汰了，那上面那秤那是啥呀？秤啥呀？不知道啊。灰呀。灰吧。照镜子，照我呀？能照着啥呀？尽量不要照镜子。这还有会报警。交通管制第一天，那个还有箱子，你就别鸡巴叮当的了你。看镜子里肯定有东西，镜子里哪有东西？哪有东西？手电往上照，真的。哎，这招不错呀，终于学会了啊。这有啥？到后边那傻子搁那嘎翻箱倒柜的，像他妈扫荡来的似的。这是啥呀？嗯？照相机呀、啊？不是，我这里边是这样式的，是不是音乐盒呀？音乐盒也没有东西跳，没有东西跳出来呀。哎，这上面还有个小照片呢。哪呢？都鸡巴被灰挡过，能看着不？有个小孩的照片。他刚才夸一下关上了。我好像听着野猫叫了。操啊！我操！
你往边儿踹。灶台，灶台东西没了，哪灶台呀？灶台东西，灶台有啥呀？啥灶台东西？这边完了。灶台没有东西啊。有，是这个灶台还是那个灶台啊？这里边全是冰，这边全是冰。看错了，你吓死我了！红灯笼，红灯笼，红灯笼有，还在那儿。我他妈这感觉好像他妈是老太太卡痰那个动静呢。操啊！他们闷玻璃上的是啥呀？不知道。好像有老人的咳嗽声，有小朋友的鞋子袜子吗？没瞅着啊。是啥呀、啊？红啥的？瞅着，你看，全是个红啥的。瞅着。哎，不挺新的。全是个红啥的。这他妈！哎我操了，那还带。太鸡巴那个了。这他妈搓完没洗呀、啊？这咋还有？还有搓痕？这是啥呀？我操！我还以为小皮鞭呢。你想多了吧你？那是贵不？不少是贵。打开看看。这是啥呀？贵吗？这过去老是。啥鸡巴动静啊？操他妈了！这屋咋的？这老有动静呢？我操！咋的了？你关的啊？我关的吗？你忘了刚才吗？你关上了？我都关上了，我怕他再那啥吧，再不动静呢。这他妈心给我吓的！这他妈老虎鼻，他妈给我吓一激灵。哎，这嘎有个大箱子。我操，这箱子可。打开看看来，这箱子挺好呢。哎呦我操！啊？这是小孩的东西。全是小孩的东西。这是肚兜的吗？哎，小孩的东西你就别给撇了。撇他咋？别鸡巴撇了，别撇小孩的东西啊。啥呀、啊？嗯？小破具。我操，这不怎么都。写的啥呀、啊？分娩报告卡片。名字不懂的看看。能看见吗？能。分娩证。哎呀。
我操你妈的衣服搁那挂，给我吓一跳。我感觉好像有耗子动静呢，滋儿滋儿的。不是耗子声。啊？不是耗子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这啥？这是厕所呀。这啥？啥呀？这蓝的。知道啊。这是庄老一不？啊？这是庄老一不？一个蓝的，一个红的。那红的不是，那红的是喵。这蓝的他妈好像是庄老一，半导体自拉声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说的太鸡巴形象了。哎呦我操！这咋削着装水喝呀？啊？这还有个大红袋子。哎呦我操！这地方都是啥呀？不。网球拍子上的布，这伞干啥要这样式儿呢？嗯，这伞呢？挡啥呢？啊！别鸡巴碰，削着装水喝。对，三姐，你这没毛病。咋回事啊？这我哪就被玩啊？哎我操！三姐，三姐，看看那啥？蜡烛，我操啊！看着没？这是供啥的呀？镜子都鸡巴碎了。师姐。我操我，大姐，萧山呢？那个萧山呢？我操我，咋的呀？啥呀？一样。啊？一样。真的假的？哎呦我操！全是校长的，全是校长，我再给他装回去。你咋的？吃一堑长一智了？有点害怕了。你把那盖儿给他盖上吧。我他妈有点膈应这玩意儿，你知道吗？你把那盖儿给盖上，这盖儿，这盖儿。老太太那个照片给扣上，老太太照片扣上，扣过去，扣过去，扣过去放。哎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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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扣过去，扣过去，扣过去。你立扔放那嘎、个，立扔放那嘎、个，你让我看看，感觉可不高兴了。全这么厚脸，操！咋这么凶呢？啊？嗯，挺吓人，别鸡巴让我看了，行了，求你了，放那嘎、个，我他妈瞅我瘆到了。给你挂着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sorry， 受伤的。对不起啊。不行不行，这还有大门皮呢。人话，那比我话都多。三人之猛，有声就往前冲，他是最猛的，虎妞吗？这啥呀？这啥玩意儿了？这好像是店里那个吧。这干啥用的？这是什么管来着？这老硬了。
这是啥啊？我操，掰不动都。里边还有那个铜线呢。灯管呢？这不是啊，灯管这哪地方长这样？还有 CD 呢。多媒体技术咋的？我操，大姐，外面真有东西靠近。啊？人儿呗！你老喊鸡毛有人没呀？那他妈是有人的地方吗？好像是那屋吧。嗯。是这屋有磕着东西还是外边啊？啊？不知道啊。外边吗？感觉像是在外边出来的磕着东西。你慢点儿。哎！谁他妈磕着的？是外边，他们也感觉是外边。好像没有外边啊。我刚才捡到个万宝路。啊？我刚才捡到个万宝路，挺鸡巴有钱的。这是万宝路啊。蓝河的万宝路。你这也没有名啊？你咋知道是万宝路？这不万宝路吗？哪写着呢？这不万宝路吗？哪写着呢？万宝路。外国人，我操，满盒的呢，满盒的，哎、我操都鸡巴黄了。满盒，嗯，没抽，扔这儿的。没抽，真鸡巴厉害。这么有钱吗？我操啊，住这样不像有钱人啊。不好说、啊。扔的，这我操！我操，那管动了。我操啊！珊姐，珊姐，珊姐，你干啥？你别动啊！好，这杆子不能过去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等一会儿，我下不去啊！你下来没有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，哎，我操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没事吧？哎，我操！这杆子吧，出去倒还不好走呢。你瞅点儿，瞅点儿，就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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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。哎，你走你的呗，这我。搁哪走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走。别鸡巴骂了！啥鸡巴扔的吧你？哎我操！老婆，别出来干你！先跑再说，你牛逼呀你啊！我操！我咋鸡巴出去？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走的有道就走吧。